从戏开始。那一场戏，那一段戏好像拍了忘记几次了吧，因为之前感觉不太好，然后我们俩就觉得说，哦好，那就来吧，我们就好好玩一下这样子，好 OK， 然后五四三二开始呢，我就开始耶这样子刷牙，就变色老头了。一二三木头人，挡着回来，你别往那边去。我决定原地不转。不是起来突然转。对，你要先想，突然想到一下这样子，然后你刚刚瞄了正好直线，屁股正好挡。Sorry。起来，准备一二三木头人。你跟到门口都没关系，因为门口都带不到。好。Room service。等我一下。等我回来。但是这一次，要从床戏开始。阻止我！我真的没有听到喊卡了，听得自己。对，我真的没有听到喊卡，我是听到有人开始讲话，觉得奇怪，哎，没有喊卡，为什么有人讲话？然后我头一抬起来的时候，副导走进来，张浩全，你可以停了吗？是吗？你是讲是吗？不是我，是小姨走进去的时候吓到说，怎么还在亲？还在亲？可是我没有一直亲，只是我觉得很丢脸的是，我自己一直在像，就是很像变态一样，一直发出那种声音。我看到一半的时候，听到有人在讲话，你知道那有多糗？很糗。是你，狗仔。你们俩干嘛？你老公派人来抓奸，湮灭证据，事不宜迟。男孩，我怕啦！张爱，等他马桶上。是，我觉得我们在对戏的一些过程都会有很多很特别的火花，因为其实我觉得他是很特别的男演员，因为他的演戏的节奏跟我以往合作过的可能不太一样，然后又加上我们这一部戏其实是真的是还蛮写实的，所以他很真实的演技会影响到我，然后两个人就会常常会有一些火花是我们在走戏的时候是没有的。坐以待毙吗？开门投降！我干嘛？我可以帮别人推荐。说。其实这个先生说的对，是吗？说的对。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《最后决定爱上你》。